又是我们，是吧？喂，有了吗？好，好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叫梦想起飞团呢？因为我们南山的部落有一个梦想起飞馆，然后我们想取这个名字。哎，他在后面。我们想取这个名字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出生，我们所有的梦想也是在这里出生。大家分享的是，不管是叔叔阿姨、姐姐妹妹，能给我们这个应许之地，我们好好珍惜，要好好的。嗯，好，再来一个注意。好，重点，梦想起飞团，因为我们出生在这里，我们的梦想也在这里起飞。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，的梦想还没有实现，甚至快要放弃。但是你们不要放弃，因为把包交托给神，神要帮助我们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虽然经过风灾，可是你们看我们在做真正的见证，我们就可以很喜乐的。那在这里和你们分享。信仰是怎么带我们走过？我们的梦想是怎么因为这个信仰起飞？我们现在，就像我们现在这首诗歌，就希望我们的大家，希望大家都能喜欢。